聽過就冇問題嘛？聽過就冇問題嘛？你數得真係快，你數到咧，你真係快啦，應該數到咧一拍一拍。一拍一拍的，數。你的節奏。慢的，對。對，這樣對。对，放假日。这其他是正常的。其他的是正常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要全部结束到六月份了。对，要六月份。六月份才全部结束。因为这一期正好。如果我们啥都能够开班的话，也就不老了。你啥都开班变成，你觉得能够吗？招到那么多人，我们通常十个人开一班。但是我们那边如果说还要每个星期去，很辛苦的。对，除非要人多，才值得。对，否则不值。否则你小包两三次不值得。对，所以我们起码也要。还要有equipment。对，起码也要十二分钟以上，都够呛。我觉得。还要场地，要有equipment这样，然后大家要坚持四个月。就是很长时间，开始中间有些计算，就自己练，都要想好，就是对。但是我先有个，我知道一个 number， 你知道吗？我要知道一个，我想要知道一个 number。但是我们这里的话，这里的话开班的话，要满多少人才能开得起一个班呢？我通常都十个人报名，十个人才报才开。对，那这一次慢开始十三个，十三个，后来一
这个礼拜的时候要快筛，因为我们门诊所刚建，我们奇怪，我们问到换一个要报名的话，我就觉得他一定来，结果突然就前两天就走了。太快了，就是你熟的时候你就快，那你换的时候就慢，应该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那你唱的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熟都唱了，熟都又人那么多，那你应该不应该熟对啊？就是说，就是又有一个上限，然后没报到名的，就只能等下一次。有，我们上次因为他太想去了，太阳明了，心中就想好好谈谈这个，然后站到，就没想到这群临阵又起的人，没办法。我们叫我就那个谁。那他可是他们还不能那个吗？还不能独立练习他火，在家里练习。最后高材生出来的都是别的教会的人，高材生都是别的教会。对啊，我刚才我说你们这些人真的，我们这些人都陪读的吗？我们没有高材生。先卖一点，先六十的卖一点，不要太快。就是刚刚问师母说，如果我们沙漠开，要有多少人才能开？要有一个 number。另十个，好了，我也。哎，另十个，我觉得对，刚刚师母说十个，我说十个教授太低了。我还要太低了，是不是十对以上嘛？因为太辛苦了，对啊对啊，跑来跑去，所以十个要求太低。哎，另，最重要的还有困难，搬来搬去的。equipment 还好的用，但是太多了，没那么大的房子空间。对，这个我们十个人我看着很舒服的，如果是20个人就很挤。现在最大的房间就是这个一半。那就只能10个人了，因为这个如果一半，我们那个房间放储藏室。储藏室对。放琴。对。一半的话，就那10个人左右。因为我们放20个人就挤得满满的，其实约一半就等了10个，其实可以挤了。我觉得地方倒是还可以，还好，我倒是不担心。主要其他都不担心，我觉得担心的是有多少人。对，是啊，对。其他都是可以解决的这个问题，对，都还是可以想办法的，是的，对吧？但是。人，你再有什么办法都没有用的，因为要他们主动的，对，你是干预不了的，没错。但是你不管是，房子啊，一块嘛，我们都是可以去干预的，对吧？我知道，我有一个目标了。咱们本教会都来上过的。全部都上过，当然平资啊，平资我还昨天跟他说的啊，对，我昨天跟他聊很久，今天早上起来继续聊，我昨天跟他聊聊到他不想跟我讲话了，小孩子是的，他们都睡着了，咱们教会只有一个人想来上，他上的就是那个温义兄弟，丽娜，那他为什么不来？他是因为他要考驾照，他不刚刚来，其他人全部上过，像姐妹啊，什么长江姐啊、我姐啊，全部都来上过，全都是第四期、第五期、第六期、第九期的，平时好像是第五期的。对，他说他不行啊，他说他没有坚持。陈芳也上。陈芳不是上很好啊，你刚在谈呢。再换就换，你按照全部上两下，哦，就是不是说不，这个是这个练习说，啊，不管了，但是这两个音不是说咪，不是咪，你有没有想要换这里？咪，对，这一样，多，虽然不换，但是还是要多。不容易，不然就住在一个家里，但是要让你变成跑来跑去，然后其实不方便。难啊！
看吧。对，我就来的时候我就上一上课。不过我小时候学过电子琴，所以还能看懂五线谱。然后我妈妈学的是简谱，因为我妈妈是在幼儿园里面工作嘛，那她要给小朋友伴奏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学的时候，她就跟我一起学。然后我学的是五线谱，她学的是简谱，所以我就两个都看，所以我也能看懂一些简谱。我教的不是这些，我主要教和弦。对呀、所以我就完全这个不一样，对，而且本身我这个等于是零基础，像我这种等于是零基础，小时候学的根本就没有用。我儿子倒是学钢琴的，他小时候我就请钢琴老师一起教他，他在上海考到那个八级。考到钢琴八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来美国了，就没有再继续。加油加油！没有吧，就可以。但是他的声音太轻了。这个不轻，需要听你们弹吗？要是需要，再告诉我。我家里还买了一个，听你们弹。准备好了再让师傅听。准备准备。这能充电的吗？还是充电的？充电的，也可以充电，也可以就插着。很轻便，真的是很轻便。这个是多少件呢、这个六十一件。61件。你拍张照片search一下，拍那个。我不懂，我其实他们说的是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然后大家都在谈，这是我阳光，没人崇拜呀。怎么样？怎么样 ？Google 拍的，真的全网上传。Google 就是 Google， 这就是 Google 嘛。对啊。然后这里有拍照的。哦。就用 Google 拍的。对。OK， 我学一下这个。对，这个超级好用。然后你就可以拍。出发的就这个嘛。哎，对对。B3。你可以用 Google 拍 search， 然后它就会出来。哇，那么厉害！哦，对 对 ，OK。对，然后你可以设计，比如说是 shopping。如果你们 ready， 可以试两只手的，就一直往前弹，就是往前做功课，往前弹。也可以拍，也可以用你自己，就是你在外面，你拍张照片再说也可以，回家再说也可以。哦。或者你用你相册里面的照片去搜。哦 ，OK。对，它是全网搜的。对，然后他就哪里买无所谓，他Amazon，还有沃尔玛也有，沃尔玛对，沃尔玛就更便宜，沃尔玛就 OK。沃尔玛那个Amazon也有这个功能，但是它只是在Amazon搜，但是Google的话它是全网搜。search for picture。对啊，就便宜73.6。哦，那好啊，对啊，才七十。Amazon 130。这个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沃尔玛75哎，沃尔玛是122，它要 delivery 要费吧？沃尔玛上面写75啊。122啊，我看到。哎，那我怎么看到75块的？哦，这个沃尔玛吗？75吗？就问我这个122呢？可能不一样。不一样，咱们收那个狗鱼。你可以拍整个，你可能要拍。我刚才拍了一个整个，我看这个牌子，可能牌子不一样。是挂笔51块钱，还有折叠的，对，还有的是便宜的，是他们说你还是比较靠谱，对啊，它是不是在折叠的？折叠的，呀，哇，所以我就是说，我说这么长时间带来什么？对，这两方面。一般来说，最普通的这种就更轻便，那speaker也不错。哈哈哈。
那他是自己带来，回家也是用这个是吗？不是，回家我另外一个那个还没到，所以我又买了一个，又买了两个。这个就是放在这个里面，可以放里面，对，抽奖室，对，最好就是这个家里面也有一台，然后这边的话上课租，然后没办法租就找一个小的。没有51块，我这里选完之后82块一个，头。光板。是光板吗？难道哪里不对吗？在这练的是 keyboard， 在家练的是钢琴。你看还推声音了。转换时候要注意的。转换应该是一样，但是钢琴的力度会不一样了。推声音啊。就叫用些劲。对，然后比较用劲。钢琴练惯了，这个用劲也不错。对。但是只弹这个在。那么钢琴就会觉得有点吃力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家大儿子练了半年，然后就给他买了钢琴，换了钢琴。哦。这次好几个人哦，好几个人。而且我们资格是一个查经小组的。哦，是的吗？对，星期五好多嘛，就是组长。哦，太好了。上期盛芳芳在我们中间，对，他昨天也反正也跟着我一起查经，还有 Ellen， 对。我这脑袋还没转换过来呢，这又是红色第一年，就跟那个要审的时候，这个还蛮好的，他上面写了 best seller， 你说什么时候？反正我星期就是。几趟之后，然后那个我就没有来了，然后等到二零 COVID 的时候再。哎，这要是都用哆来咪发嗦，不是很容易吗？为什么他要都给弄成这个呢？中学的时候我也去了。因为我们第四堂课会讲和弦，和弦就都是要用 alphabet。就都得用这个，都要用 alphabet， 就是C 调、D 调、B flat、E flat 都是这些，对。哆来咪发嗦当然也很好，所以就都要知道，就是，对。就是说，你其实简谱就是哆来咪发嗦，是吧？那他那个。